吴珊如今年年初和交往多年的圈外男友结婚，并在九月开心对外宣布怀孕的好消息。目前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她，暂时放下主持工作，在家休息待产，准备迎接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。这段时间，她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发文，分享孕期生活点滴。不过最近，她则突然在 IG 现实动态晒出一张六年前拍摄的旧照，只见当时26岁的她身材非常纤瘦，而且肌肤也比现在黑很多。对此，她发文解释自己当年没有那么黑是光的问题，还无奈表示当时已经超级无敌瘦，却还是被念太胖，直言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由于照片中的她实在过于肌瘦，令不少网友差点认不出来是她，纷纷惊呼这是同一个人吗，在网络上掀起热议。